OK 了。来给大哥说晚安，睡觉。来啊，大哥，我改变。晚安。嗯，等会呀，等会等。给大哥说晚安。嗯，给大哥说晚安，我睡觉。阿杰。我们踩一下嘛。大哥，我也弄。晚安，大哥。看拖地干净。晚安，明天见，不见不散，大哥。拖地可以，拖地没错了，拖地干净的。但是他们踩呢，他们刚才用脚踩啊，因为拖地干净了，但是有点湿。刚踩看到脚印了，踩看到脚印，不错了啊。我们去做饭了，还不来两个好了。晚安。时差就一个小时。来，继续啊，爸。说他们不拒绝。来，干嘛？我靠！是的，啥情况？食不够啊？够了吧？苦。食够了，食够了，食肯定够了。我今天播，十应该时间够了。来干嘛？跟你们毕业了没有？他们也挺快的，就是有时呢，就是忘记拿扔了，然后呢，有时呢，你也等我扔，我也等你扔，这样，然后就一直没拿扔，然后有一些呢还要等多点拿扔，就一直等没拿扔。啊，太累了，哥们啊！我今天从，今天从6点就起了，起来呢就是一直往那边去说那个事嘛，然后呢，搞得累一天，然后回来到家马上开播了，哎呀，太累了，所以我现在要下播了，应该时间够了，看我脸，我看我眼睛。你困了，然后呢，也想跟大哥聊天啊，那就没办法，太困了，然后肚子也不舒服，今天只吃了一顿饭而已，今天一天我才吃了一顿饭，肚子太不舒服了，刚才去那边呢，是，那边晚上那一顿饭，但是呢。不是吃饭，然后吃那个东西，肚子太不舒服了。来来，大哥们啊，大哥们，先下了啊，然后给大哥说个晚安啊。大哥晚安。晚安，哥们晚安了，我先下了啊。我们去吃饭了。我先下了，你们吃饭。